你凭什么打人？你凭什么打陆准？说话呀！你兰，这个默许也是为了关心你。我不是要你们的关心。这事情不需要你们管。说话呀！这个默许兰是冲动了一点，可是他不觉得你受了委屈吗？你也能冷静点，好吗？我怎么冷静？你们打乱我最爱的男人，我怎么冷静？对不起，院长。你们要对不起我。 你对不起你是陆晨，去跟他道歉。去！好，我回去道歉。我再跟你们说一次，我的事情不需要你们管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就离开这个家，让你们永远都看不到我。 这个，你回来了，我愿意。 这世界。